延续上一集，离开圣佩德罗堡后，我们的司机下一集就可以看到他帅的样子，驱车前往著名历史宗教景点，保存在宿务的市政厅前的麦哲伦十字架 （Magellan's Cross） 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老教堂圣婴大教堂 （Basilica del Santo Niño）。点红色蜡烛要投香油钱到奉献箱是常见的一种祈福，对于游学生的我，祈求出入平安是很重要的一件事，将点好的蜡烛放到烛台上，这样就大功告成了。这个没关系啊，就很棒。对啊，多少啊？我机票12000。礼拜六下午时刻的圣婴大教堂已经来了满满的信徒。我跟随着大家的脚步到处走到处看，有发现吗？下午的天气已经放晴，此刻的气温和上一集已经是完全不同。 Enjoy my video。 妹妹你的帽子不能戴，我都没戴了。Where you come from? From. Oh, you're Filipino. Yeah, I'm from Taiwan. Nice to meet you. Welcome. 欢迎订阅、分享及开启小铃铛。